真的很高兴哈，今日就亲像啊，咱德山镇哈，啊你啊娶新妇嘛，好去查囝，迄种的喜乐的那种的气氛啊。我们有来自国外的好朋友，我们有来自啊这样子啊全国各地的这些好朋友们。今天你看这样子五十摊的一个摊位里面的话，有十个县市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哦。哇，真的是各项盛景啊，就符合我们农委会啊主委所讲的，真的是啊让这个食农教育也都能够扎根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能够啊办这样的一个经费，首先非常感谢我们农委会啊，我们的啊集众主委这边的大力的一个支持，以及我们的啊就水保局这边真的是啊非常关心，非常关照这边，以及我们县政府的关照。最重要，我们两位很重要的推手，就是我们的培威立委跟啊美玲立委啊，共同来给我们关心这样的一个案。虽然是第一次，但是我相信我们啊，这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四号九天的时间，大家能够共同的一个体会。我们知道茶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经济产物，在这样的一个春茶，大家都差不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些高山茶还没有采，那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能够齐聚一堂来共品整个春茶的一个啊香气啊，我们的很棒。好啊，所以说啊，大家这样多多的一个十个县市的一个好朋友来共襄盛举，来齐聚这样这一堂的话啊，都跟大家报告啊，呼吁说整个春茶来了。我们设在这个地点，也非常感谢我们指南宫的一个主委一个鼎力的一个协助，就有这样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场地，我们的一个包容性跟一个喜悦度，就像我们的啊在地的土地公一样。非常喜悦，非常欢迎大家，他的包容性很大，就在这边除了求财平安之外，来这边能够品茗这样子的很棒的一个啊春茶，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喜悦感。那这一次活动不止这样子哦，除了九天里面啊都有各项的一个活动之外，除了今天开始一直到六月四号都很棒的一个每天都有很棒的活动之外，我们很感谢我们各个茶道协会啊各个一个啊，包括竹山的，包括鹿谷，包括民间这样子各个茶道协会，以及相关的一个啊斗茶协会之类的，也共襄盛举哈，能够每天都有承揽相关的一个活动。那最重要跟大家报告哦，还有一个食农教育里面的话，茶旅行是我们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怎么样的茶旅行呢？哇，就是说怎么样去体验到山上茶园区去采茶。啊，去啊，这个体验一下怎么茶，怎么样做尾雕，怎么做揉茶的步骤，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个实际经验。那另外的一个食农教育什么，在地的一个食农教育，哎，大家都吃过番薯包，番薯包怎么制作？只要你去报名上我们的啊国际茶道节这样子的一个啊 Google 上去的话，你更可以报名去体验一下怎么做茶包啊，怎么做这啊茶球，怎么做这样番薯包。那这个都是这一次注入很重要的一个茶体验的一个行程哦，我们总共有每天都有这样的行程哦，所以还是很高兴啊啊，希望说各位都能够多多分享给各位亲朋好友，还有很多的时间啊，一直到六月四号，所以说啊，可以的邀请的亲朋好友来我们这边，就像是一个啊喜事一样，共同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远道而来的这些大使跟啊日本朋友们啊，都能够啊共襄盛举这样的一个欢度啊这样的喜悦的一个日子，祝我们的所有的家都一起把我们的竹山好茶